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侃侃而谈漫谈党文化节目时间了。这一期呢，我们还是请来了张天亮先生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谈一谈发展中的问题。首先呢，按照惯例，我们还是请大家先看一段场景。谁呀？我呀。小慧呀。哎呀，从国内回来了。快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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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走就大半年了，国内情况现在怎么样了？全变了，到处都是高楼大厦的，吃的住的玩的，要什么有什么，我都不想回来了。哎呀，得了吧，小慧呀，听你说的好的天花乱坠的，可是我弟妹家刚被强制拆迁，给了点拆迁费，根本没法买房，搞得他现在都没地方住。哟，真的呀？不过啊，我说句话，你也别不高兴，咱们国家刚刚发展起来，这发展中的问题呀，还得靠发展解决。您说呢，荣哥？这慢慢就会好了，是吧？他这里边呢谈了两个问题哈，就是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实际上呢，就是发展中的问题本身这个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中国呢这个它有很多的这个官方也承认的问题，比如说环境污染的问题啊，这个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啊，腐败的问题，他也认为这个是发展中的问题。那您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对，腐败的例子呢，可以说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对于中共来说的话呢，这个1989年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因为过去可能他们还想到共产主义什么之类的这个意识形态，但是呢，到了这个89之后，就发生这种苏联解体跟东欧的巨变，整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就破产了。其实我觉得89、64以后，很多人就不再相信共产党的那个意识形态。对，在这个时候呢，就说本来大家是为了要勒紧裤腰带跑向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都没有了，大家何必还勒紧裤腰带呢？就抓现实的利益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共产党呢，在这个时候他也知道自己的意识形态破产，那么怎么办呢？为了笼住人心，他就转而用腐败去收买党员对他的这种忠心。所以说共产党本身的话，它并不是一个生产机构，是吧？它也不生产财富，那么它靠什么去收买党员呢？这个它就是靠抢劫，也就是说把老百姓的钱抢过来给他的这个利益集团来进行内部的瓜分。比如说这个像我这么大岁数往上的人哈，都听说过一个词叫国营企业。所谓国营企业的话，意思就是国家经营的意思。那么主人是谁呢？全民所有，就是企业是我们大家的。那么后来共产党的话呢，偷偷的改了一个字，把国营企业改成国有企业，比如说从国家经营变成了国家所有，那么这样的话国家所有那就不是你所有了，就变成国家所有。接下来的话呢，共产党就开始下一步就是化公为私，把这样的这个国营企业呢进行私有化。私有化装到谁的兜里边呢？你想想，一个很大型的企业，我们在前一段时间看到大陆财经杂志所披露的这个山东鲁能，一个非常大的能源企业，资产的话呢可能会超过700亿，一个738亿的企业被一个神秘的人物以37亿的元的这个地价就给收购了。所以你想一想，就是说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大型企业，谁能够有权利，谁能够拿出这么多钱来去收购这个企业呢？那就是中共的特权阶层。他是把这样的一个企业抵押给银行，借出一部分钱来之后，反过来把这个企业给收购了。这就相当于我进了你们家，拿了你们家的钱，再把你们家房子买下来，这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你看到就是说出现了一批暴富阶层。这个暴富阶层的话，他已经不仅仅是靠腐败得到的某种利益，而是靠把这个社会的财富、全民的财富抢劫到他的兜里边，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作为您刚才说这个角度，好像是中共在这个阶段他计划性的搞这么一次抢劫，但是作为一般老百姓来说，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在这个国营企业嘛，或者说这个事业单位，那么他确实是感受到当时这个国营企业啊都是发不出钱来了，没有任何利润。那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是需要转型，需要一种啊，不管叫改革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那您怎么看待就是老百姓的这种角度呢？转型的话呢，不能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如果说这个转型是一个正常转型的话，那么每一个人的话至少能够得到均等的利益。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在共产党转型过程中，恰恰是采取了一种疯狂性的掠夺。他把所有过去工人所承诺给他们的啊，过去因为是低工资，但是高福利，有养老，有医疗，有教育，但现在把这一切全部都给去掉了，让工人下岗，然后的话呢，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反而是把大量的钱现在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边。这个就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谁有这样的能力去购买这样的企业，那他就是一个中共的特权阶层。可是现在很多人对腐败确实是有非常大的民愤，那么中共也知道这种腐败对他的统治是一种危机，那您觉得他为什么能够容忍这样下去呢？
因为实际上中共他自己知道，由于他是一个独裁的政党，然后的话呢，这个独裁政党的话，他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监督他的，包括他本身都是凌驾于制度之上的。这个时候呢，又没有了一个目标在前面的时候，又没了一个意识形态约束的时候，他知道腐败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那么怎么办呢？共产党他就把这个腐败转而利用它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个里边有两个层面哈，第一点就是说，中共让这个大大小小的官员去腐败的话呢，他们就可以换取这些人如果不维持中共，他们就得不到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利益，这种贪污、这种腐败、这种抢劫是在中共的这个制度的保护下进行的。那么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话呢，他们就会死死的去维护中共这个利益，反而去维护中共这个集团。这样的话呢，中共就把一些人拢在他的周围来保护他、维护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中共他利用腐败作为一个权力斗争的手段。也就是说呢，既然大家都腐败，那么如果说某一个人他跟中共有二心的话，那么中共就会把这样的人作为一个典型抛出来，把他这个进行严肃的处理，给自己反而树立一个反腐败的名声。比如说这个陈良宇是吧，他的腐败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在江泽民时代的时候就已经很厉害很严重了。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揭露出来，现在揭露出来呢？是因为有这个高层的这种政治斗争博弈在后面的。为什么江泽民当认为陈希同不听话，就把陈希同作为一个腐败的典型抓出来？胡长清说共产党再过十年就要垮台，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后路。他当他有表现出二心的时候，共产党就要把这样的人抓出来。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共产党，他第一是这个鼓励你的腐败，第二点的话呢，他作为一个权力斗争的机制，这个就使得这个中共派生出来一个下面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反而是那些清廉的人成为共产党打击的对象，清官难做。对，像我们在这个2003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叫黄金高嘛，在这个福建连江县的县委书记说，为什么房丹一随我六年，是吧？他就是因为他要打击腐败嘛，他打击腐败过程中，因为他本身是清廉的人，最后得罪了所有周围那些大大小小的那些腐败的官员，包括省委，甚至一直到中央这个假清廉。朱镕基作为一个总理，他说我只要最后下台的时候，人家说我是一个清官就可以了。那是一个为什么他讲出这样的话？是因为你清，如果真的是清廉的话，在中国的官场反而是变得很难立足。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按说你说他中共是一个独裁的统治，比如说他在有些事情上其实做的是雷厉风行的，你像六四这个镇压，那说部队进去就全部那么多民众啊，就镇压下去了。那你说如果他已经看到这个腐败对于整个这个社会的这个危害，也危害到他的统治的话，他完全可以用独裁的手段去整治这个腐败吗？为什么他不去利用呢？对，对于中共来讲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势在两难。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把这个中共的官员，有一句话就是说，其实很真实，他说如果把中共处级以上干部都拉出来枪毙的话，那么可能会有冤枉的。那如果你要是隔一个枪毙一个的话，肯定会有漏网的。就中共的腐败已经达到不只是50%，甚至60%、70%、80%以上都是腐败。如果中共真的雷厉风行的去整治腐败的时候，那么可能连整个这个中共90%以上的官员都要进监狱，那这个党就不存在了。所以说中共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去真正的去认真反腐败。好，但是反过来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就是他生活过得也不错，买了房子，然后甚至也涨了工资，他会觉得腐败是存在，可是离他比较远，就说我只要物质生活过好了，那腐败那就先让它存在吧，以后咱们慢慢再说。您怎么看这种想法？这里边有两个问题啊，就是说第一是腐败是不能够以牺牲，就是社会转型不能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因为呢，你要知道，你认为就是说这个你觉得现在经济过好了哈，有腐败现象可以容忍，只不过是因为你觉得本来你应该得到的更多，但现在呢，虽然你没有得到那么多，可是你也得到了一部分。这样的话呢，你就认为腐败是可以允许的。但是呢，你要知道，同时有很多的人因为这种腐败造成连饭都吃不上，由于中共的这种抢劫，把很多的人推到了这个社会没有工作而且没有收入的边缘。那这种情况下，他们连饭都吃不上的话，那本身社会动荡对于任何人来讲的话都不是一件好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说腐败的话呢，它对经济来讲一定是一个恶性的因素。其实中国的生态环境恶化也是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共产党的话呢，它是一个非民选政府，它一直要为自己寻找一个执政合法性。那么怎么办呢？它就是把经济发展作为它的合法性的来源，那么就是一级压一级了，就是 GDP 中央要增长8%的话，就是中央压省，省里边压市，所以呢，就是说各个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他们都把 GDP 发展作为自己
政绩和自己这个能够得到升迁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么怎么样能够更多的获取利润呢？压缩工人的工资，那么对环境污染不进行治理，这个都是他们采取的办法。比如说淮河沿岸哈、啊，这个污染非常严重。中共如果真的说把雷厉风行的说把这些企业全部关掉的话，地方就不干。那么如果这些企业都关掉的话，那么造成这个利润产出的企业就没有，那么这些官员的话，他们就升迁的路就断了。所以呢，就是说你看到中共这种官员考核的这种机制本身，包括中共对这个天地人斗的这种思路的话，造成中国的生态环境要远远的就是恶劣，比别的国家更加恶劣。按说呢，中国这个发展中这种国家应该有一个后发优势的这么一个前提，因为很多的比如说环境污染啊这种问题，在很多发达国家当初它已经出现过，而且呢走过这个弯路以后它已经解决了，应该有这个经验可以借鉴过来。是，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借鉴过来呢？是，就是说人如果别人在这个地方跌一跟头的话，你就没有必要再跌一个跟头，是吧？但是你要看到别的国家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说别的国家解决腐败问题，它怎么解决呢？它是靠立法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说美国的话，通过一系列的法案，它有几个因素是很重要。第一，老百姓要有知情权。第二的话呢，就是媒体的监督，就是可以把这些事情曝光。第三个事情的话，它有一个独立的司法来进行这个执法，来抑制这些东西。但是呢，中共的话，他知道如果他真的有司法公正或者开放媒体的话，他干的那坏事都会被大家知道嘛，他本身就会面临着很更大的统治危机。所以说呢，别的国家曾经使用过的办法，中共都不能采用。在这里边还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国家呢，他们由于后面没有一个像共产党这样的一个东西在后面呢，他们许多的这个社会问题是孤立的，比如他的腐败问题、他的生态问题，它是孤立的，互相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它的社会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互相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中国由于中共在后面的话，它就把整个这些事情全部都整合到一块儿了，这个事情变得尤为的错综复杂。中国就是说这个你看，它由于腐败所带来的这种贫富，实际上它由于腐败就是抢劫嘛，带来富的非常的富，0.5%的人可能掌握75%的社会财富，那穷的人的话呢非常穷。互相之间的这种仇恨，不光是穷人很仇富，而且富人的话对穷人的话他也是很仇恨的。你像有一个人，他就是一个下岗的人，失业的人，活不下去了，就是他在那儿开那个摩的嘛，然后他就问说我怎么活，警察说我管你怎么活。那个人大的一个人大毕业的研究生说你这样人就不配活着。合作修的话来讲，就是说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这种就是说由于他的这种就是腐败所带来的贫富这种差距的话，反而造成了很大的这种社会的仇恨。那照您这么说，中国的问题因为共产党在就没有办法解决了。是，就共产党的话，就是说他不但解决不了问题，他反而是各种问题的这种制造者。那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没有了共产党这个问题就得到解决，但是说至少说没有了共产党，我们有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可能，或者是多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很多人认为说共产党他现在还在这儿统治着吗？反正一时半会儿看着好像也倒不了台。那我们现在讨论这个发展中问题要靠发展解决，你说行或者说是不行又有什么意义呢？对，当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就是说共产党存在的话就造成这些问题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实际上要讲的就是发展这个并不是发展中的问题，而且它也并不能够在发展中真正得到解决。那么当然说共产党要解决共产党的问题，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我想也是比较大的问题，看来只能留在以后再讨论了。是啊，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我们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各位观众，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谢谢收看，再见。